爷，今年又多大岁数了？68了。呀，快70了嘛。平常在屋里都干些啥？哎呀，捡了点地，种种地。嗯，几亩地种了？6-7亩地。嗯，那也不错哈。听说你前头是啥厂退休的？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606工厂。顶上是军工厂。啊，军工厂。哦，那你原先在里头是干啥嘞？短工，打铁的。短工是干啥的嘞？哎呀，保密，军内话不能说。哦，对，意思是签过保密协议，到现在也没有说过。没说过。对，那就不方便再问了。那你是，在那里干了有多少年？干了37年。工龄不短嘛。啊，55退休了，年龄大了干不了了，退休了，提前退休了。顶算是内退。啊，内退，也正式退。也是正式退。啊，那个时候咱们55岁就退休了。那是我们工种，特殊我们那个特殊工种。哦，特殊工种退休的早。啊啊。嗯，一个月到现在能拿多少钱？3400。3400。嗯。那刚退休那会儿呢？刚退休拿1183。哦，你说到后头一直涨。后头一直年年涨，退了11年了。嗯。那今年是不是还在涨？哦，可能是吧，我听说的。也还涨。对，能涨个多少？不知道，涨5%。哦，你说能涨个5%？去年人家说是涨的太少了，今年给补上，这不对。哦，把去年涨的少的部分再补上。对，过年应该比去年5%。那你说就是，过年过节了有啥福利吗？有，我们厂里反正是这个大米50斤，一桶油。好家伙！2袋那个松子，2袋那个。馍，东北馍，都是东北大米，东北馍。好羡慕呀！啊，我们年年这米面是。我们厂一年给国家交多少钱嘞？我们利润一年交4几个亿嘞。哦，算是效益很好的厂，嗯，福利也特别好。特别好。嗯，那一个月拿这么多钱，能花了吗？哎呀，孩子们都上学，啊，反正自己花的少，意思就是贴不牢孩子们了。啊，孩子们。嗯。